小夫妻难得一见，不打扰了。Ich hätte die Idee geschehen, dass mit dir hin. Danke mir nicht. <咳>那天为什么送这个？有什么意义吗？ 没什么意义啊，随便送的。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意义的话，人类的第一件铁器就是陨石做的，这样算不算是意义非凡啊？怎么，想让我铭记铁器时代的起源？ 没事吧？没事，别怕，我在这儿呢，别怕。